这个叫做 Mili 是这个匈奴，对上 Dot 的伊索比亚，伊索比亚，明天要打战役吗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战役好烦哦，因为战役都好这个好需要耐性，你知道这个本人这个什么都有，老二很大，颜值很高，就是没有耐性，对不对？断金是可耻的哈，我们看 Lily 的视角吧，看这个匈奴怎么玩。看匈奴哎，妈的，超强的！这么快就赶路了？什么老二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当我没说啊，当我没说。他让村民来抓这个羊，顺便这个打猪，然后赤佬去这个探路，找路找路。50分，我不太喜欢打50分啊，不太喜欢打50分，闷闷的。所以黑森林要随机进项，比较这个公平，随机进项比较公平。打战夜部多打观众场，观众场请迷路屋开好吧？匈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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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匈奴。小猪现在不知道睡了没哈？是不是躲在被窝里偷哭哎、欸？他把绕了一圈，知道他家的地形之后，再来这个决定这个打法。别进来！卡他一下，这顺便卡他一下，对对，别进卡一下。来！没有，不用盖房子好啊，这样子省很多木头，又省很多控制力。直接盖军营是要打黑块，Lily 最强的打法。黑块，看他村民的分配，四木四果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，四木四果九株，然后一个来这个19匹盖军营，19匹盖军营，睡了吧？顺便躺在床上偷哭啊，对不对？在想妈妈。爷爷，你在当兵，真的假的？你是自愿役哦？你在当兵吗？你是自愿役吗？不会吧，自愿役学长哎、他最强的打法，这是 Lily 最强的打法。三棒棒，已经2年了，是不是？当中士了吧，当中士了吧。他那个不止省木头，还省控制力，就是你盖房子也是要时间的啊。真的假？打27加，打二十七，玩着他的大肉棒，等他出来，你就可以继续享用他的大肉棒。点了，点了，点了！他到底在干嘛？到底在回家、欸？哎，我干！他觉得这个黄金太干了，他妈拐挖这里的。你看这个卡一直卡他干，无耻淫荡至极呀！从言看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呢、欸？哎、欸，小心！靠背哦、喔！
对，道特。哎，道特，两边都失误哎，一个撞 TC， 一个这个没有控民兵哎。赶路不要贴太近，贴近一点，但是这个怎么说啊？贴近一点，但是就是打这个很难说啦，要多练，要多练。死马，死马！别的老公又来，没老公也是 AK 四十七，他那那对对对。新手村连泡面都吃不了，新训可以吃泡面吗？我不知道新训能不能，我忘记了、欸。这个不要跟他打吧，血量多辣。把家里围了吗？把家里围了。我跟夜跑打战绩大概如何？很久没跟他打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不会输他。少年的配置，我刚刚说了。刚说了嘛，一样，他四个人挖黄，三个人挖黄金就代表这个毛兵会配比较多。国军什么都怕哦，国军他妈什么都怕。直接插支塔嘞！我干，好凶哎、欸，好凶哎、欸！到底要紫城没有错，到底要紫城，到底这个坏东西啊！他到现在还，他现在他这场是绕赛是不是啊？他这场绕赛是不是到现在才城堡、欸？就到现在才封建呢、欸，才要升封建，因为他知道他到现在还没有这个神马，对不对？这片点坏，所以立刻过去前置哎、欸，好凶哎、欸！阿华这边直接盖个箭塔吧，我猜。加一喽，妈的射程五喽。怀到了这场绕赛、欸，真的。怀他绕赛。是要紫城没错啊，先盖个射箭场，再盖个四级，然后买肉上去，买肉上去，出那个 OP 的这个女兵。看，直接进来了，直接进来。没有，也不敢直接进去。我想说，妈的，直接进去冲。高美雅才会有搞的哦，看你怎么打。真的要直存的、欸，这边再拉一个墙过来吧，是不是？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直接盖箭塔比较屌吧。阿拉伯就回归实力面了，阿拉伯就回归实力面。啊，对对。点城堡咯，精彩咯，看你怎么跟他打点城堡咯。敢直接围两城欸。看他妈这很有压力欸。道腾没有石头了 GG 咯齁。道腾没有石头盖箭塔。这边打包都 GG 嘞。是不是他没有石头盖箭塔。
退手，退手，退手，干！实际上这个盖错了哈，这个判断错误。他可以从那边绕进去，里面不得狙击，所以这一坨兵绕进去，真的，应该是不敢的，应该是不敢。阿拉伯就是这个回归实力面了，阿拉伯其实这个文明影响差距就没有黑森林这么大。高明跟条顿都是蛮厉害的，这个阿拉伯文，这盖太近了，反而被这个射掉，可能没有装格子之类的。天才少年离城堡多远？也近了，也近了。所以你看他出这么多兵，对不对？其实还好，其实也还好，出这么多兵其实也还好。哎、欸，城，你看要暗度陈仓哦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这不怕被揍哦。射爆这里，然后从这里进来，干，有够无耻！少年有看到吗？少年有看到吗？干，改转马哎、欸，改打马哎、欸，有创意哈，有创意哈。条队垃圾兵真的垃圾。直接插箭塔。狙狙啦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的老天鹅啊！鲁宾杀村民无敌快的。感觉怎样？没碰到。感觉莉莉危险了哎、欸！感觉莉莉危险了。徐老板打烊了，徐老板不在、欸，不在，还是电烧啊？哎、欸，徐老板怎么还在？电烧完了，我就说我在看病。打烊吗？你开啊，我电脑不行。已经有人开啊，缺一啊。徐老板快去哎、欸！等我研究好怎么对付你那些条件，我再跟你打。你要随便你啊，阿拉伯不出兵还是25分？25分爆什么不好？25分爆 TC 就有点不好玩了。不出兵啊，还有这个黑森林啊，随便你啊。对啊，我就看这些条件，我要怎么守，怎么撑过25分？不出兵，不出兵感觉你差蛮多的。现在不出兵，这个糖果守的都还比你好。不过你已经比很少啊。不过你比这个小纯先生强啊！小纯先生还没上封建，还没上城堡就被我虐。我们聊天室的观众，他跟我打不出兵就还没上城堡就投降了。你不出兵，我是想说，我跟你对差打不了你。有啊！我本来想说，我就出那个什么。我本来想说出工兵或什么肉麻的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好好研究啊，好好研究。太过分，跟异世家打不认真。这招我打赢过19家的、欸，所以你要好好练、欸。不出兵我打赢过19家的。哎、欸，不出兵我打赢过凯文啊！先跟你说啊，不出兵我打赢过凯文。别愣，别愣。不过好像就一场而已哦，刚玩了2、3场才最后这一场。我现在只能打电脑。啊，去打电脑练练。打电脑。出门变强啊！出门变强。一模。别硬。
他直接出毛兵了，但是他看看会不会出这个投石车，这里投石车，毛兵很怕投石车。不怕剑的干，不怕剑的，这是三小啊，这毛兵会太嚣张了，这毛兵很嚣张哎，这毛兵很嚣张哎干。看他转什么，转马了，转马，转马继续这样闹他一波。大腿在干嘛？所以他出投石车啦。大腿有点笨笨的哦，哇，有点笨笨的。这场大腿有点笨笨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要被拍喽！跑！敢不会吧？你连这个，连投车，连毛兵都可以控哎、欸！连毛兵都可以控哎、欸！可能要两台哦，你一台可能打不赢他哦，可能要两台。他要冲撞车配这个马，一波把他带走。家里两 TC 还可以接受。到的是国际礼仪哦，三 TC， 你拍不死他的哈、哦，这个是高手，高手的弩毛兵和弩兵不会这么容易被这个打死。他在猜，他们都在猜，他们都在猜，两台就躲不掉了，两台就躲不掉。他就让他多升点这个投石车，他反正他也不出弩兵的，他等下转马。这个是高手啦，大家都会，我也会啦，对不对？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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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了！哎，流氓哦，秀控兵哎、欸，玩弄人家老灰呀、啊、哎、欸，玩弄老灰呀、啊、哎、欸，玩弄了哦，哎哎哎。是怎样啊？都跟你玩就好啦，是不用发展经济哦、喔。这是毛兵哎、欸，不是弩兵哎、欸，毛兵不好控，毛兵不好控。好了，慢慢死光，慢慢死光了。不过很赚的啦，很赚的，很赚的，很赚的。他主要。他没有在出毛兵的，他要转马，他转马，两房马来咯，两房马来了，要把你带走。马怕这个神，马怕和尚。投车赶快过去投车。这个毛兵很烦，我刚刚那个毛兵，他其实主要在升这个马，还是升这个马？哎、欸，欺负老人哎、欸，真是欺负老人。毛兵还是有在升啊，毛兵还是有在升。妈，这和尚跑掉了，这个马不够多，这个、马不够多，不过重伤他经济了。打到一个七七的状况，甚至哎，来、啊、没订阅的订阅一下吧，我们需要夜猫子的支持。对对，道特一直在卖东西，在卖东西啊，他一直在卖东西。紧张，他没黄金了，他黄金挖完了，黄金在这里啊，这里。所以这张地图不能打久啊，打久你打架要赢啊，
你打架赢，你打架输的话就是没办法挖黄金了。这波道成要 GG 了，太淫荡了哈，太淫荡了。他靠这个毛兵啊，在前面跟你耗两百年，其实他在出马哈。庄云凯怎么还没睡觉啊？云凯怎么还没睡觉？你不睡怎么敢睡？别讲这么肉麻的话，好吧？绝绝啊！你讲这么肉麻的话，庞果会生气，对不对？大迁徙没有大迁徙，他直接绝绝了。这场输在哪？输在这个天才少年太淫荡了，真的太淫荡了。